一了，我操！ Four, three, two, one, 一。地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这个骑手爆发都没打完就死了吗？还该打爆发。喷陀。软泥。你不用动，你站到你如果站远程，如果你站场地边缘就不用动，除了远程一直就站场地边缘，这个软泥就可以无视了，对不对？你喷陀的时候急一下，然后你靠走进来就行了呀，这么硬的吗？喷了啊！喷土，喷土能吃地板，地板靠边上去，站这边上去，你站这边，他肯定他妈的撞不死。10%。我怎么看刚才出来个小卵是带血条的？傻逼，人戴戒指了，这弄了什么？我是戒指的，别戴这些东西嘛，就戴那个指甲伤害的戒指嘛。4%。刷反跳，刷反跳，就这个 dot 比较厉害。我趴下，我趴下，刷我。1%。满喷土，喷土，多好。待会儿，破斧开了。喷土 ，OK，OK，OK， 我没人带。今天占罩子。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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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分散点，分散点。分散点，别到时候出圈到处跑。你经常吃，我感觉压力不大。我先站不起来了，这屌不术士根本打不了你。起啊，兄弟！法师厉害。闪一下，我还得在这边炸一个。去吃啊！近战脚 boss 脚旁边。在 boss 左边，左边吃一下。他正强这吧。喷毒。软泥。刷安全，趴下那个毒。冰箱吃一个，让开让开，我冰箱吃一下看一下。啊，可以吃可以吃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要冰箱解，吃了冰箱解。对，冰箱解，他 buff 会叠，球会没。对。抬起抬起，快抬起。这个 buff。喷毒。龙姐也是喷土啊！法师去吃，下两个法师去人群别吃了，团结拿不住了。法师去吃，法师去吃冰箱，有的有无敌的去吃，吃然后冰箱先吃，然后冰箱，别冰箱吃，冰箱 ，OK。准备喷土。喷土。软泥后就是喷土。加油，3%。S 开。三分钟建好了，二幺二幺。看吧，做点蜂鸣给一队坦克五升坦。后面后面再来个人，星星这边，星星这边来个人。金刚我没吃掉，红叉还有一口。海奇牺牲给五升坦。后面拿命填，后面拿命填，后面拿命填。填一下，填一下，最后一波，3%还差，每人一下，别填多了，别填多了，每人一下，每人一下。填一下行不行？这个填了没什么伤害的，只要有软泥炸是没什么伤害的。对。就去。3%。喷土。下一轮软泥炸有什么开什么了。啊，不用了，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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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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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软泥要炸。肯定有的。要吸要吸要吸，这个要吸。自己主动点，主动点，别吸多了，别吸多了，别死，别死，别死，已经进了，已经进了，
已经进了。然后不是，这里保命，吃糖吃糖。喷吐。这个是躲圈。这个阶段是躲圈。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阶段是全腾。他会应该有一个圈儿，哦，在中间了。这个是在中间，正中间，很不明显。在正中间，正中间。这个是要从最边上拉起吗？他是从脚下拉出来是？这不管站在哪儿都有这个伤害呀，我都试了。是啊，会全程存在的。这个圈在一直复，哦，这是往旁爆发。它是那个圈，你碰到它之后，你受到的这个场地环境伤害会增加。谁踩一下看一下，谁去踩一下看一下。看树是身上的吗？2000，我操。对，就是。这个阶段是有全程有个50000，每3秒50000的 AOE， 还有这个圈会无限的往上，还是个网狂暴。这个圈会不停的往外跌。等于说。